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二十来，六八，二十，十二，二十四来，两百块。今天桃园大园中心街46号。 太松了哦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好，布拉提陶德吧。不过两个不要吧，一样。你要布拉提陶德吧，跟什么？加杯，加杯，来。不过两百块。二四六，来八，来十，来十二，来四来两百块。不然来我爸一样。来，真太早。 爸爸赞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千二分啦，拢好食，真正。好，我两百块先卖，还有谁要？红花虾米，两百粒。那么只有两百块了，两百块。遐大双的无人来，两百粒。平日恁到冰箱来，恁到冰箱还鱼也未下，两百块，两百，一年而已，对。 八块能吃，不然卖无，是吧？一百啊，一百天还无，还要一百块，不然我买一百无，大概无要借一百块的，一百块，好啊。 那个你要吗？来这边预备，老大，你好，我们要不要进攻屏东？
你要进攻屏东哦、喔？我是无所谓啦，我你也要进攻屏东的话，我拄好这站袂使。啊，怕我开不回来。但是六月之后就不行了，六月之后我就不陪你了。我是，六月我还可以陪你，六月之后我就不陪你了。不行，你爸后来你跟。哎，嘛是会使啦，可以啦。你要跟当时。怕我开不回来。礼拜六我可以。再来给我，快点。好，好运无法出门。OK， 好。还是要花莲。花莲，咱就去佚佗啊！咱就是说去佚佗才回来啊。要持久的，要不是这样去一次就好了。看，我要打长久之计。你故意讲病好好啊？我们去电脑。没发展海外啊，对吧？啊，那公司我们包人来不？公司我们设一下，我们设一下公司，然后。开始往海外发展。可以吗？可以呀，有。可以吗？有。讲太实在啦，你也真正袂拜六看嘛，你敢进军台北市无？拜六呢？嘿啊！你有要礼拜六去台北市，礼拜五要包包起来。礼拜五怎么会包包起来？很简单啊，你礼拜六，你礼拜五卖完，然后留在土城，然后车叫人开转来，鱼啊包包的过冬天再搁载起就好啊。你叫波南载起就好啊。哎，你的代志啊。对不？咱这去北投洗温泉啊，对不？啊，我再搁开直播吼。还可以来500块，两片的，三片、四片。走走走！我那么贵哦，四天贵呀，五百块。太阳走。不要贵，那四天200块。我这么贵也四天五百块，四天听懂吗？500块。五百，还能跑那么快呀？不要去，贵也不能来啊！帅吧，刷地啦，王八呀，虾子哦。